我生平第一次失眠，就是九哥自杀那晚。我看着他躺在病床上，拉着我的手大哭。那一刻，我竟然有一股想抱他的冲动。我去牢里看他，要他相信我，努力地活下去。他看着我，坚定地点点头。那眼神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。刑场上。 我和他站在一起，从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不管未来是生是死，我都想陪着他。